下雨。那是不是？他好像在哭。在哭？怎么可能啊，大白天的，谁在哭啊？白痴哦！走了啦，没有时间了啦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哦，这这代志要处理耶。一个一个要吃不到啦，较认真诶啦！哎呦，真忝诶，休困一下嘛。哎，还是我们出去玩啊？哎呦，时间快做不完了，我又不是来玩的。哎呦，出去玩一下不会死，事情回来再弄就好了。他们都在忙啊，这两天东西赶一赶，我们再一起去喝酒啊，我请。好啊。哎，更厉害！哎，今年更厉害！是平时？有吗？我确认一下。好漂亮吗？对，啊，只有星期五不行。那不漂亮吗？嗯。等一下，我在忙啦，不要慌。对，就刚刚讲的嘛，星期五不行。那星期六，我联络一下我主管，好不好？他瞧一下。那边有个红绿灯，红绿灯左边那一家便利商店，对，我出去一下哦。就是那一间便利商店，谢谢你哈、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再联络再联络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啦？哎。这不是你妈的声音吗？你听这个干嘛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上礼拜啊，跟朋友回来处理一些事情。那你嘞？怎么会回来？
我妈前阵子过世了。你不觉得刚那首歌很奇怪吗？牛呢？麦特呢？钱呢？都不牛呢？不牛呢？就脆呢？有哪里奇怪的吗？不觉得这首歌很悲伤吗？不知道哎。这首歌不是小时候大家都会唱吗？阿朱健好像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最后都会消失，好像永远都没有做到想做的事情。还是他其实是一只笨鸟，才会一直把事情搞砸。哎，你家附近的生鱼片还开着吗？你说鲑鱼在煎了？对，好想吃哦！走走走，我们去吃嘛！哪里哪里，回家！快点！呀，这里都没变呢。时间快点，快！来到这些地方，再听到他的声音，都会觉得好像还跟他在一起的感觉。阿朱健，你好，好，不要不爱吃烧烤，烧烤呢？怎么嘞？牛呢？麦田呢？田呢？草不牛呢？不牛呢？就退嘞！阿朱健，你妥妥，无也无爱田萝卜，萝卜呢？种牛嘞？牛呢？麦田呢？钱呢？姑娘呢？姑娘呢？就田呢？
子萱，是爆吗？是爆雷啊！阿少婆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哼，爱听唔讲，真有数呢。噶哈警察来呀，骗做诈骗公司给你呢。诈骗公司哦？嘿啊，全部都是骗生意的，唔好好做事就假骗人。你看，噶哈新闻都编出来了，又拉喊哦。这是警方在屏东民宿查获的诈骗机房，诈骗集团一试看准游客热潮，包下屏东民宿藏身其中，专门诈骗游客。警方跟监多日破门逮人，查获诈骗用手机跟饼店等物品，警方以组织条例及诈骗罪嫌移送法办。看，是不是真有事啊？子萱，还好吗？阿舅姐，米头头，无呀无爱吃素。